苏阿姨，麻烦您来一趟教室吧。罗婉婉太喝多了，女生宿舍我也进不去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怎么抢人衣服呀？快快快，把衣服还给任初同学！快，我不。白大官是我的信仰啊，谁也不能抢走。手术没完成之前，医生。 绝不离开手术室一步，半步。绝不。哎呦，这么神奇！大数据信息采集，猜你喜欢。他怎么知道我想买件衬衫？ 比男朋友和亲爹更懂我的人，居然是大数据。可是昨天的衬衫真是我撕碎的，还是他热了脱给我的呢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是吧？是。那我干了什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把衬衫脱了，让我拿着，对吧？我可没有主动给你。啊。 罗婉，你干嘛？我在吸收日月精华。冷，把袜子穿上。哎，你不懂，你要身体跟地面充分接触，才能更好的吸收日月精华。地上冷，我们先把袜子穿上好。哎，乖。 这个人怎么影响我进步呢？好了。你怎么不脱呢？快，我们一起，快脱掉吧！罗婉，别闹，罗婉，别闹，罗婉。 脱掉吗？脱掉！罗婉，脱掉！我说了什么胡狼之词？我脑子瓦特了！别敲了，这样只会让本不富裕的大脑更加雪上加霜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 谁知道我这个禽兽会干出什么事儿了？好，买衣服吧，速战速决。买多了，这个衬衫不用。是吗？哎呀！ 不小心合并付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尺码正好是你的。哎，要不我送你，我买单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你觉得我穿好看？嗯，好看，不好看，七天无理由退款。谢谢你的礼物。如果梦见。 和一个男生亲密接触，那代表什么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梦到了什么不可描述的画面了？没有不可描述，就是比较亲密。你不排斥和某个男生亲密接触，甚至想和他亲密接触的话，比如靠着他、亲近他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身体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，这是你最本能的反应。 大脑会骗你，嘴巴会撒谎，但是肢体和感觉是不会的。人是跟着感觉走的，一旦你不排斥和某个男生接触，那八成你就喜欢上他了。
人戳。